于老师就行。我于老师嘴有劲，我这有功夫。哼，他这个嘴有劲是分两种，嗯，一种是台上，哦，你看于老师在台上说话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尺寸劲头，一看就是从小下过功夫，练过。那会儿老先生在后台就夸于谦嘛，是吗？太好了，哦，他这个嘴上过大粪的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啊、什么叫上大粪呢？劲儿大呀，嗯，有这么说话的？其实台下于老师也有嘴劲，怎么叫有嘴劲呢？我们这行说，哟，这人嘴有劲呐，啊，就说说话，能说吗？您要说什么呢？说话不能吃亏。哦，这叫嘴有劲。我亲眼得见啊啊！有那个闲人走了于老跟前，嗯，你好傻子，讨厌不讨厌？闲人到哪儿都有啊，叫别人就打起来了，是啪叮咣五四打起来了。嗯，这我们都傻了，就看于老师啊，看怎么回。于老师你风度翩翩是吗？哎，又有文化又有素质，还不吃亏，嗯、说出来是哎呀，人家。你好傻子，嗯，于老师恶狠狠地看着对方，是吧？你好，哎，我认了，这是没吃亏吗？这个这吃到肚子里去了，这个好佩服于老师啊，我这不必佩服了，真好。我跟于老师我们这个在舞台上舞台下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分不开这交情。哎，是搭档嘛，交情好。有几天看不见他，我真是想他，啊，一样，真的啊，我就哎呀，谦哥干嘛去了？嗯啊，叫他来一块坐会儿啊，见个面教训、嗯、但是我是不敢上您家去。真的吗？嗨、嗯、怕人说闲话。哦，还真有这人。哎呀，现在有的时候我一上网，我哎呀我就不敢看。嗯，有那个个别的自媒体说的话我真不爱听。他们都说什么呀？就是尤其涉及到嫂夫人的时候，我啊，我接受不了，真的不能听。那是咱们之间纯洁的友谊，是玉洁冰清、哦、你要让他们嘴里说，我有了臊的我不如。你看你看一看这个啊，郭德纲与谦嫂，嗯，疑似关系密切。哦，疑似不爱听疑似，合着我这些年白忙活了。哎，去忙活什么呀，疑似啊、嗯、这个写的啊，这郭德纲跟谦嫂好像很般配，把我气的就这一个、嗯、就这一条，我看了一天啊。喜欢看是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啊？你们这样写东西，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？我死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能，谦嫂那是多好的人呢、啊、现在弄得在后台要看见谦嫂扭头就跑，不敢见。你看你们净瞎说，弄得我不合适。一在后台我一看，呦嚯，于谦的媳妇来了、嗯，我赶紧躲，不见面。我一躲，他喊我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哦，你上哪儿去？台上胡说八道，让人逮着话把了啊！嗯，你乐呵完了，你管我们了吗？啊，嗯。哟，嫂子，对不起，对他们瞎说的，我没有。是，你下回改不改？嗯，改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这天可变了啊！啊，穿秋裤了吗？怎么？谁变了？嫂子，我穿了。嗯，你少来这套。你准没穿哦，穿了吗？不，你别动手，干嘛呀？你们要就说嫂子是一个很疼人的，是啊。哎，你看有句老话吗、嗯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啊，这倒是。这种关系在这儿不能胡思乱想，不像话。那肯定的。我在我心目中，你要说爱情俩字儿，先想就是谦儿哥、谦儿嫂，啊、哦，我们两口子。你们不了解谦儿哥呀？啊。谦儿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外号叫情圣。我哎，这模样情圣啊。哎呀啊，情圣啊。怎么情圣？十六七岁的时候谦儿哥能说啊。您一直也没停啊、哎、要征求当事人啊。啊，你没关系，反正十七八岁，嗯，十六七差不多那会儿吧。是我印象中我们崇拜他不行了。怎么呢？谦儿哥同时暗恋了三十多个女孩。就这么个情商啊？那了得起吗？三十多个，别人暗恋一个两个，他暗恋三十来个，都是暗恋、啊。后来我也跟他说，我说哥，嗯，你得下手啊。啊，他说我也是犹豫，你看这一堆照片，女孩照片，还都有照片，哪个行哪个不行、嗯？我帮你，你帮我干嘛？帮你分析啊，这堆啊。哦，哪行哪不行？对吧？这个、啊、这仨肯定不行。这仨为什么？这仨是男的。
那就别费劲了，那就男的我跟这费什么劲呢？大老爷们，你看这络腮胡子是吧？啊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呢？这是你舅妈呀。拿错了可能是。这是高峰的姨。这也不行。哎呀，这个孙悦的姥姥。嗯，呵，啊，好，这不行，这个。这个。这个太显老了。那能多老啊？这，哎呀，这姑娘简直就是个女老头。这什么模样啊？这得是。这不行，这胡子比我还重，这不行不行不行啊！哦，哎，你看这个了吗？嗯，气质、年龄、相貌，没有挑，都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肯定是不成。这怎么不成啊？因为你拍这照片的时候，我在跟前儿。啊？这就是前些日子扫墓的时候，你拍的人家墓碑上那个。哎，我看一死鬼，合着是。这个不行，啊，不行，挑吧，挑来挑去，挑到最后，哦，有一个女孩，挑着一个，谦儿哥很爱。啊，我喜欢这个。这姑娘叫李逵。哦，姑娘叫李逵。这个葵花的葵。什么葵？她也是长胡子的那个。葵花的葵。啊、哎，小名叫铁牛。还是李逵啊，这个。哎呦，可爱呀、啊！啊，漂亮，气质也好啊。是吗？我就说我你去说、哦，你说了人家不同意，也就算拉倒，死心了。啊，你这老吊着难受。我跟人表白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谦哥去了。啊、嗯。葵葵，还挺嫩。葵葵你好，嗯啊，姑娘回头看看他，是你这鸟人，还是李逵，还是李逵这口风啊？不是你啊，你怎么鸟人呢？你这鸟人啊，没有这话。那个，我想请你看个电影。好，爷爷不会去，还是长辈儿啊，自个儿看电影他不会。啊，我明天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哦，明天播，不愿意啊，明天播，今儿就知道了啊。咱们一起去散个步吧。好，散你个鸟步！爷爷一斧子劈了你！我这、哎，要不我就撤得了。我还追什么人家？所以这个回来之后，我说你来看，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你也死心了。啊，那人不同意，要不老吊着心里难受。对，这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。对，我再看看张飞吧。这后来跟嫂夫人走到一块儿，你看俩人很般配，很完美。我媳妇儿，哎呀，很好。我们两口子是不错呀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谦哥跟谦嫂这个感情真的很童话。哎呦，还童话，一切都是由于谦哥的肠胃不好引起来的。这怎么那么传奇啊？你看谦儿哥爱吃凉的啊，是痛快。 打小爱吃冰棍儿。对哦，我那会儿就说的，我说你吃这么些冰棍儿哪行呢，爱吃，胃坏了。我们小的时候老太太推一车卖冰棍儿呢。对啊，奶油的，什么巧克力的，小豆的，小豆的。对，他还问人家奶奶有小豆的吗？啊，有孩子啊。嗯、啊，红小豆的。是，不要，我要绿豆的。有老太太纳闷，为什么呀？是红豆配相思，嗯，绿豆配王八，这是什么字？我来绿豆的。你瞧我挑这东西。老太太说：“你尝尝红豆挺好。”对了，给，嗯，他一张嘴，吭一下子，啊，连老太太戒指都缩了下去了。好家伙，口太大了，我啊，就爱吃两个，一气吃好些个啊，爱喝爱吃这个，还爱喝蝌蚪。啊，这传说那是大凉，得50岁往上的人，你想一想，嗯。天津北京各处过去胡同口摆个摊弄一盆卖蝌蚪、啊、对，拿小碗多少钱这一碗，嗯，拿过来就喝，是蝌蚪喝下去大凉，是这么说啊，现在这不可能的事了。嗯，那会儿有这个，对，那叫偏方，爱喝这个，哎，好好喝，嗯，喝了一盆，端起来蹲蹲蹲蹲全喝了，喝完摇晃着脑袋，我找妈妈去了。嗨、啊、好嘛，我这是有点童话的，我这是、嗯嗯、啊，这人真是特别可爱啊。啊，他这个肠胃跟他这个吃东西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你包括他有时候闹肚子，他都是因为这个。是他爸剩的饭他吃，哦，他妈剩的他吃。你家这地位，他姐剩了他吃，哦，他弟弟剩他吃，全我吃。我那会儿就说，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？啊，就是。他也愣了啊，哦，狗剩了也我吃。好家伙，我吃习惯了是怎么着？我这，我说你混蛋呢啊！喂狗啊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吃什么？哎，好嘛，我吃的狗食合着。你说，他就认为他这是节俭。我是啊，他这是节，他确实很节俭。是吗？他那个裤衩破的都一条一条的了。嗯。舍不得扔。干嘛？绑个棍儿擦地。好家伙，这得攒多少裤衩啊？啊，
就是这么一个主。啊，认识嫂子那天，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一个 party。哦，还有个 party。去参加一个 party。哦，他的同学们搞了一个折罗趴。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这没听明白，什么趴？折罗趴。折罗趴，大伙儿忆苦思甜。哦，同学们每人从家带一个剩菜啊。剩菜搁了一块叫折罗呀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哎、啊，但是你说不炒一个菜端去不行，嗯，必须是全家人剩的那个啊，拿筷子扒拉完了剩那菜底儿那个折罗，嗯、啊，全班四十多同学每人带一个底儿，啊，但是于谦不用带，我为什么不用带呀、啊？你负责吃，就给我一人的，哎，折罗就折罗就别扒了，哎、折罗扒啊。定的是中午12点见面，要吃中午饭。上午10点半，于老师还没有起床。哟，怎么那么晚啊？啊，老太太喊他起来吧。啊，太阳晒屁股了。你瞧瞧，谦儿赶紧起来，起来吧，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啊。啊，真晒呀、啊！我就那儿怕晒是吗？我又躺了一会儿。我起来好不好啊？11点起来，收拾好了，大家出去参加折罗趴。啊，对，吃折罗去了。哎。嗯，出来往外一溜达，走了没几步，突然间发现我们未来的嫂夫人了。哦，这就看见我媳妇儿。哎呀，那女孩就站在那儿，那会儿你还不认识她呢。啊，这见第一面、哎。以后是嫂子，当时还不是，就站着。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。啊，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？就是姑娘。就是个姑子，就是个姑子。啊、姑子什么？姑娘。是个姑娘，姑娘。好好说话不会吧？在那儿站着。哎呀，啊、漂亮。嗯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嗯、杨柳细腰，赛笔管，说话燕语莺声，手持两把大斧。哎，还是李逵呀、啊？这个离不开李逵了。我没有没有这个啊啊！于老就愣住了，你这么愣啊？啊，这个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，这个电流啊，嘡，过了电了。这一过电，嗯，肚子就拧了一下。我垫着肚子了，你想想，好家伙，天天吃剩菜，啊，嗦了冰棍儿啊，是喝蛤蟆秧子啊，这一激动，嗯，那是不激动也得闹了，愣住了，再回家上厕所来不及，那是别处上厕所又没有，是强作镇静，不让人看着，这甭镇定了，已经走不动道了，这就看出来于老师这个身份了。怎么？哎，《史记》上有句话啊：“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怒不形于色。哦，不让人看着，这都不行了啊！但是还往前蹭。哎，哦，这女孩就愣了。是，人站那儿，怎么这样？到跟前儿，嗯，姑娘你好。嗯嗯。相逢既是有缘，还拽呢。虽然素昧平生，但是能在这么一个奇妙的场合见着，嗯、岂不是苍天赐给我的机会？呵，姑娘，嗯，人有三急，嗯，茅房急、厕所急、洗手间急、嗯，都急到一块儿去了。嗯，遇见你，老天爷对我的恩赐、嗯、是。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您说能不能借您家的洗手间我拉个稀呀、啊？哎，好嘛。前面都白费劲了，姑娘乐了，是说相声的于谦，你瞧看出来了，我听过你的演出，特别好，是 是啊，有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？完事儿再说吧。啊，谦哥乐了，13700，不行了啊，赶紧吧，俩人互相换个电话。嗯，姑娘说我家就住这儿，哦，您要不嫌弃，您到这儿来方便一下吧，不嫌弃啊，嗯，跟着姑娘走到人家、嗯、啊。姑娘开开那个洗手间的门，是干嘛、啊、哎呦，坏了，声控的灯坏了，还声控，对不起于老师、嗯、没有灯，不要紧，都有手机 啊, 啊，对，于老师打个手机那光照着、嗯、把门关好进去，是坐在马桶上，是好家伙，哎呦，就这一声啊，灯就亮了、哎哎呀，我把声控给治好了，好家伙，哎，就顶得上这个啊！好家伙，哎，2米来长一大水晶灯，好家伙，400多个灯泡啊，特别亮，照着于老师，啊，于老师在这儿坐着，
没拉过这么亮的屎。有电了就能端详端详这个洗手间，哎，看看什么布置吧。这个厕所呀，嗯，四面玻璃墙。厕所弄四面玻璃墙，透明的厕所，盖上是一个大灯，底下是一个马桶。哎呦，就看着姑娘坐在墙外边看着你。这姑娘可能是拿这卖票呢吧？她姑娘拿手机，啊，于老师认识您很高兴。啊，跟我聊天。谦哥也回一个，啊，幸会，谢谢你的厕所。是。我喜欢看您的相声，嗯，有时间请你看现场。不用，现在就进来聊得了。干嘛隔着玻璃还在这儿聊啊？打厕所出来，于老师有点尴尬。嗯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别客气了。姑娘说：“这个没事，我也很荣幸。”是吗？头一回看沉浸式的拉屎。哎，对。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。哦，两个人认识，并且就走到一起来了。你看看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。好话多好，俩人啊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是这种爱情，说实在是谁也打不破的，不容易，真的啊，嗯，他也疼媳妇，媳妇也疼他，但是我们患难的。那你知道嫂子疼他疼的，哎呀，我得给于谦做点什么呀。啊，于谦喜欢什么？哎呦，哦，于谦喜欢吃凉粉儿，嗯，我要给于谦做凉粉儿。嚯，买那豌豆粉，嗯，拿水卸开了，是，然后那个锅做热水，啊，嗯，再把这倒里边再和弄完了，嗯，这东西凝固之后不就能切好了，搁黄瓜丝儿，搁什么了？就是凉粉吗？弄完之后，哟，不凝固，哟，嫂子眼泪下来了，啊，我是个废物，对不起于谦，我弄这一锅不凝固，没做好，倒到马桶里边了，嗯，扔了，再做一锅，嗯，还是不凝固，嗯。又到了，又来一锅，嗯，还是不凝固，嗯，泼着马桶坐着哇哇哭啊，难受，我不要活了。哎呀，我对不起于谦，我对不起我老公，我对不起他。不至于，谦给我打电话，嗯，这你嫂子哭得不行啊。是这个，这弄点豌豆粉，他给我做凉粉也不怎么，你红不好了啊。我说我去吧，我去吧，啊，我来了。我说怎么了嫂子啊？不是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谦哥，我给他做凉粉都做不好，我太废了。还没事儿，嗯，怎么凉粉了？我泼这马桶了，嗯，我赶紧看看去吧，嗯，这不凝固了吗？跟那儿凝固了，管什么呀？谦问我，怎么办？拿个盆来，啊，来盆吧，小米辣，啊，葱末、黄瓜丝儿、醋、盐、糖。香油佐料这么全管什么用啊？调匀了啊，倒到马桶里边，啊，把勺递给于老师，看你的了。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，我也不能这么吃啊。那错不了啊，真吃啊，吃吧。你看，吃完了，嫂子也乐了啊。好，我还想给你做凉粉儿，哎哎，我就不想吃了。他，啊，说明天吧，今儿一天吃不了这么些个 啊。对，我走了，他两口子，郭德纲是好人。哎呦，我们俩怎么想的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说要没有德纲，咱俩今天这个架得吵起来，嗯，我得多难受啊。嗯，于谦，我命令你，嗯，无论到哪儿去，你要照顾德纲。哦，让我照顾你。哎，各位，这句话。真是，我就感动的都不行了。这我们应该这样。谦儿哥也是说到做到啊，尤其出门演出，谦儿哥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，应该的。演完了后台一换衣裳，嗯，一回酒店，啊，于谦先奔我那屋，哦，脱下来那衣裳给我，我给你洗去。啊，咱怎么忍心？就是比我大，给我洗衣裳不行。啊，所以我一进门我就是什么，甭管背心乱七八糟的，哎，就是前台洗衣裳您拿走洗去。哦，哎。他有的时候保不齐，比如袜子落下了，啊，他可得意了。这袜子我给你洗。是，我说不行，哥哥，好家伙，您比我大，您得伺候我呢，不像话了。哦哦哦，就抢我这袜子，还抢？我你给我，哗，他就塞嘴里了。我把袜子塞嘴里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哥哥呀，我说什么呀？啊，对不对？洗袜子，洗袜子，洗裤衩啊，洗裤衩，哎呀，抢跟抢。再后来，我说我得藏起来，我一藏起来，他找前台。找前台，找服务员，开开郭德纲那门，啊，我得看看他的袜子、裤衩在哪儿了。
我找，打打开呀，高兴回去就洗，洗完了熨好了，弄平整给我送回来。你看我这是怎么玩说的？你看这吗？啊，就疼人。当然有的时候，比如拿走三条裤衩，洗完之后他忘了，啊，哎，送回来两条，哦，有一条他没送回来，忘了，他拿家去了，啊，拿家钥匙，他把看错了，这我的，他穿上了，弄回家了，嗯，到家一换衣裳，他媳妇乐了，嗯，你怎么穿郭德纲裤衩啊？哎。